云南白药最值钱的东西很多人还不知道，拧开瓶盖，然后在棉花里呢有一个红色的小颗粒，这个就是云南白药里最值钱的保险籽，俗称救命丹。很多人以为它是干燥剂就把它扔掉了，其实啊，这个红色的小药丸开药剂里边的药粉珍贵的多，因为它药性非常强，出现严重的跌打损伤和内出血可以直接服用，用温开水把它泡开就行了。那么对于外伤的淤血呢，我们也可以用白酒把它化开，直接贴敷在这个伤口处，怎么样，这个小药丸是不是很厉害？